Baby 可能是圈内因为演技稳坐热搜冠军的女星了。Baby 的演技可以说是有目共睹。当然刘德华和梁朝伟两个影帝曾经都这么评价过 Baby 的演技。但是 Baby 眼泪挤不出来，于是要用催泪棒。刘德华一脸懵逼的表情已经告诉你他对 Baby 的演技评价了。最出名的 Baby 跟梁朝伟一起合作摆渡人，看看一个动图可以看出 Baby 跟影帝演技的区别。梁朝伟更是表示 Baby 的演技就像挖土豆，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惊吓，自己去体会。关于 Baby 的演技，老公黄晓明确实一直用鼓励的方式在对待，不管外界怎么看，黄晓明表示 Baby 很有才华，演戏很有灵气。网友纷纷表示这不是啪啪打脸影帝吗？ Baby 表示自己的愿望是要拿一个大满贯的呢，你们觉得他的愿望能实现吗？